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频道，我是 Raphael Lam， 欢迎订阅和留言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咁今日带大家睇一个兰花展嘅，有除咗有兰花，仲有啲字画喺度嘅。咁可能因为我呢个时间比较夜咧，就冇人嘅，系一个人都冇嘅，咁就可以慢慢影咧，同埋拍片。咁就突然间可以慢慢影俾大家睇啦。兰，跟住呢个咧，白兰、索兰，就咁样。跟住卡特兰，呢个最大朵啊，呢个就叫加多利亚。有些比较小的就乌美兰，这个都是大的，都是卡特兰，都是秀丽兜兰，兜兰这个都是兜兰。有些字画的，这字画就慢慢认了，大家喜歡就自己來看，因為我主要都是看蘭花而已。有些蝴蝶蘭除了字畫，還有一些相片，一些花有型來的，然後前面有字畫，畫得幾靚，呢度有盆大嘅蝴蝶蘭，呢度啲迷你嘅跳舞蘭啊，好細粒，有幾大咧？我俾隻手睇啦，呢啲比較細粒嘅。是迷你種的跳舞蘭，有些花有型的相，有一盆大的石號蘭，各蘭主要都是看葉的，佢啲花好比較細，就隱隱約約見到啲花。就比我覺得幾 Q 嘅啲花，都係細細朵咯，通常就好似有啲草入邊隱隱約約見到啲花仔咁。金鑽大梅花，菊蘭都係咁，好似啲蜜蘭咁。呢個叫三星，就開得比較靚，佢係比較細嘅啲花，菊蘭就喺啲草叢嗰度。隱隱約約咁咯，好似都幾 Q 嘅，係呢個叫黃梅啊，佢實物睇好似個假花咁，好得意，嗰啲膠花，真係好得意。咁今日嘅介紹就差唔多，希望大家中意啊，好，再見。谢谢收看本频道，欢迎订阅和留言。Thanks for watching. Welcome to subscribe. I am Raphael Lam. See you again.